交通警察和辅警在道路上执勤执法时，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车辆的撞击和不特定人员的攻击。我们根据防护与执勤并重的理念，对路面执勤执法中的安全防护要点进行演示。定点执勤时，应当着装醒目、规范，便于交通参与者识别。现场警力尽量面对来车方向，并避免进入车道内，避开车辆驾驶人的视线盲区。在执勤点检查车辆时，需要把握以下安全防护重点：一、根据勤务的复杂程度，配备足够的警力；二、按照规定配备单警和车载装备以及执勤单元装备；三、充分考虑视线、视距、照明、交通流、避险空间等因素，确保执勤地点的安全；四、各类警示标志、掩体、防护设施等要严格依法依规设置到位；五、关注各类危险源，根据不同的危险源方向确定合理的站位，利用身边的掩体进行防护，保证自身的安全。在普通道路上定点执勤时，应不少于两名警力，按规定佩戴警用腰带、腰包、反光背心、对讲机、警棍、手铐、催泪喷射器、执法记录仪、警务通等单警装备。夜间定点执勤时，还应当携带手电、个人方位灯、发光指挥棒等主动发光装备。执勤执法车辆应当携带足够数量且合格的反光锥筒、诱导屏、限速标志、警示标志、现场闯入预警设备、补充光源等。遇有冰雪等恶劣天气，应在警车上安装防滑链或使用防滑轮胎。定点勤务中，应优先选择平直、视线良好、路侧空间充足的平地，和具备避险路线、不干扰交通流且有视频监控覆盖的区域设置执勤点。除特殊勤务外，尽量避免选择桥梁、高架道路、交叉路口等交通流过于密集的点位，以及隧道、弯道、坡道、临水、临崖等复杂路段。雨雪雾霾等低能见度或恶劣天气条件下执勤时，更需要提高自我保护防范意识，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装备设施佩戴齐全，标志标牌清晰醒目，安全防护设置规范，并安排警力进行警戒。在高速公路执勤时，警力尽量避免进入收费通道，可以站立在收费岛上，也可以选择在收费站广场或者在服务区设置执勤点。检查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时，宜选择在内广场设置执勤点。检查驶出高速公路的车辆时，宜选择在外广场设置执勤点。设置执勤点时，应当在来车方向设置各类发光、反光警示标志，并可以设置水马、反光锥筒等路障，压缩被检查车辆的行驶空间，使其主动降速。执勤点应当进行区域划分，分别设置预警、引导、检查等区域。执勤时要对周边环境进行动态评估，根据现场情况自行设置掩体，或寻找距离较近的掩体，选取最优的避险路线，以备不测。常规条件下，可以利用执勤地点周边的墙体、安全岛等固定物作为掩体，也可以主动设置掩体，如警车、可指挥的其他车辆等。
在执勤点中，一名警力面朝违法嫌疑车辆发出靠边停车信号，随后退至警戒区内路肩上等候车辆停下。在此期间，人员避免进入受检车辆的行驶路线中，并避开驾驶人的视线盲区和内轮差。驾驶员你好，请熄火，出示你的驾驶人行驶证。两名警力站立在受检车辆副驾驶人一侧的壁柱外一米位置，负责检查的交通警察示意驾驶人降下车窗熄火，采取驻车制动。另一名警力在其左后侧保持戒备姿势，观察车内情况。谢谢你的配合。您好，请您熄火下车接受检查，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6条第3项的规定，您驾驶摩托车时应戴安全头盔。现在依法对您处以罚50元、记2分的违法处罚，请您在这签字。对摩托车驾驶人进行检查时，可以将摩托车作为隔离掩体，避免与执法对象处于无阻碍的空间内。谢谢你的配合。检查中，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击，严禁站在车辆正前方或正后方拦截车辆，严禁强行拉拽摩托车或扒拉车辆反光镜、车门等，严禁以抛掷障碍物等方式拦截车辆，应当通知前方警力进行处置，或通过记下车号和车辆特征，事后追究交通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特殊交通勤务是定点勤务的一种，其危险系数高于日常勤务，因此在针对酒驾、毒驾或涉牌涉证违法行为进行涉点查处时，需要按照下列要点适度提高戒备等级。合理选择勤务地点，检查点应设置在视线良好、车速平缓且便于停车接受检查的直行道路上，并优先选择设有中央隔离设施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且增援力量容易到达的公路或城市道路主干道中间路段，也可以将检查点设置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城市交叉路口，对停车等候放行的车辆进行快速筛查。封闭行车方向的左侧大多数车道作为警戒区，压缩交通流为一条车道，使途经车辆主动降速接受检查，同时快速抽查、快速放行，保证足够警力，明确一名交通警察为指挥员，随时与指挥中心保持联络，报告行动进展情况。配备4组以上警力，分别承担上游预警和瞭望、引导和分流、检查和处置、外围堵截和增援职责。每组警力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常规定点交通勤务携带单警装备的基础上，根据执法需要增加携带酒精快速筛查仪、呼气酒精测试设备
约束带、颈绳、破窗器、破胎器等装备，必要时可以配备枪支等武器警械。根据道路状况，现场分别设置减速区、检查区、处置区，并设置相应警示标志。减速区内设置前方交通警察检查、限速、禁止超车等警示标志，并距来车方向至少200米处开始设置警戒区。夜间还应当将警戒区距离延伸至500米，并确定专人负责执勤区域的巡逻警戒。区域内安排1名以上警力，对交通流进行快速筛选，引导无关车辆尽快通过。警力站立位置的上游已设置一辆警车或多个水马作为掩体，防止受到直接冲撞。所有警力应处于反光锥筒的安全防护区域内，使用指挥棒、手电或其他警示标志对过往车辆进行指挥。检查区内按照减速区发出的信号对嫌疑车辆进行筛查。视情实施人车分离，并利用处置区对重点车辆人员进行后续调查。检查区、处置区下游已设置阻车设备或其他掩体，外围警力随时关注各区域动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增援。交通警察在道路上驾驶警车巡逻，查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和处置紧急突发事件时，具有机动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应当把握以下安全防护重点：一、安全文明驾驶警车，避免在道路上急停、急刹、急变道，始终保持安全距离；二、警车要选择安全的位置停放，同时要利用警车构筑掩体，为执勤执法行为提供必要的安全空间。三、交通警察应在评估后选择合理的检查路线、站位和安全空间，接近过程中应注意回头观察来车，确保安全。巡逻中需要拦停行驶中的违法嫌疑车辆时，交通警察可以驾驶警车在嫌疑车辆后方或与嫌疑车辆驾驶人基本平行的位置，靠边停车，靠边停车，用手势信号、警示标志、警报器或喊话器引导嫌疑车辆至前方安全地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或利用前方交通信号灯阻滞交通流，迫使嫌疑车辆停下。嫌疑车辆停下后，交通警察从右侧和中央后视镜确认后方安全后，警车在嫌疑车后方约一个车身距离处以20至30度倾角斜停，车头朝向道路中心。警车的中央后视镜位置与嫌疑车辆左侧边缘重合，为现场警力预留安全通道，同时便于警车快速驶离。警车斜停扩大了掩体的防护区域，利用警车车身标志增大了视警面积。更重要的是，极端情况下可以分解后方冲击力，避免车辆尾随相撞后直接冲入现场。当嫌疑车辆停放位置偏右时，警车可以顺向错位停放，警车中央后视镜位置与前方受检车辆驾驶人位置保持平齐。无论警车斜停或错位停放，其前轮均应转动约10至30度。交通警察在下车前向左或向右转动方向盘，但应避免转至极限，
防止被撞击后发生侧翻。警车停下后，保持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开启，并采取驻车制动。驾驶人一侧的警力从左侧后视镜确认后方安全，再用右手开车门，从门缝确认安全后迅速下车，避免在警车两侧过多停留。警车上的所有人员应当一起下车参与检查。现场警力保持戒备姿势，嫌疑车辆停放位置偏右时，可以从两侧接近。嫌疑车辆停放位置偏左时，驾驶人一侧的交通警察也可以从警车后方绕至副驾驶一侧，与另一名警力从同一侧接近，便于配合并远离交通流。接近时，交通警察应注意观察车内情况。一名警力按压尾箱确认是否关闭，另一名警力示意驾驶人降下车窗熄火，出示证件，正对车辆地处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副驾驶一侧的警力查看各类标志前后排后进行警戒，注意观察驾驶人的双手，严禁站在车辆正前方或正后方检查车辆，严禁贴近车门或踩踏车辆踏板，严禁将手、头等身体部位伸入车辆驾驶室。根据需要，现场警力可以要求驾驶人下车接受询问，询问的地点优先选择在警车前方的路侧安全位置，并利用受检车辆或警车的引擎盖、尾箱盖制作法律文书。靠边停车。当遇到交通违法嫌疑车辆拒绝停车、继续行驶或加速驶离的，按照有关规定迅速上报警情，由指挥中心调度警力在前方设点进行拦截。交通警察驾驶摩托车巡逻时，危险系数高于驾驶汽车，需要停车处置警情时，要在确认安全后变道和停车。停车时，摩托车斜停在违法嫌疑车辆后方，保持约一个摩托车车身的距离，车头朝向道路中心，前轮不超过路肩与车行道分界线。交通警察观察交通流情况后，建议从摩托车右侧下车，根据嫌疑车辆停放的位置和交通流情况，优先从嫌疑车辆的右侧接近，减少身体与交通流同侧的几率。经过评估，也可以从嫌疑车辆的左侧接近，但需要注意观察交通流情况，确保自身安全。